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哈雷的视频，但是呢，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做。大家看哈，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哈雷硬汉883的迷你版，小心 GV300。这个品牌呢是比较少见的，是一个韩国的品牌。韩国呢有2个比较有名的这样一个摩骑哈，一个是大林。 他们出过一个比较有印象的车呢，就是大林 Q3的一个踏板车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小新，这个车呢就是韩国小新和济南轻骑他们合资公司出的这样一个车。你别说哈，这个轻骑和小新这2家公司呢，都是和日本铃木合作过的。这个品牌的品牌力哈，给我的印象是现在的印象是暂时不及台湾的光阳和三洋的，更别说日系和欧系了哈。 因为他们以前出的产品来看哈，他们是没有出过特别有竞争力的车子的。一般来说呢，我们是不会去做那些产品力又比较差，而且呢又比较冷门的车子的。除了嘛买不起，这里呀大家要逻辑一下哈，有些车你就不要去踩雷了啊，又浪费时间、浪费钱，还影响自己的心情。那这台 GV300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什么情况呢？这台车它一上市的时候我们就订了一台，注意到现在我们还没卖出去啊。 订这台车的原因呢，就是看中了这台车它这个外观，还有就是它的发动机 V 缸的发动机。目前的话，就是市面上这种小排量的 V 缸发动机呢，只有钱江还有就是力帆有的这2台机子嘛，不香。我们先说它这个外观哈，这个车子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个外观啊。我们拿到这台车一起，我发现啊，这个简直就是为我私人定制的哈雷883，在我们这儿的话，也只有我才能骑出这种味道。它整体的这种尺寸哈，是要比哈雷的883要小1号的。如果你超过1.78米以上的这样一个车子的话，你要去试一下，你可能会不太协调哦。它这个外观设计可以说是高仿了哈雷883硬汉的这个样子，包括整体的线条也好啊，标志性的这个空滤啊，减震的护套啊。 还有就这种粗大的轮胎这种设计哈，一眼看过去呢，就是还不错的这种波本风，或者是它这种哈雷硬汉风呢，是吸引了我们的。整体看起来呢是比较协调，也很好。整个工艺外观这一块哈，大部分的地方是没有问题的，也对得起它这个售价。只是在发动机的缸头的毛刺啊、手把底座这些细节呢是没有抠好的。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还可以把它归类为缺点的。 就是它在外面很明显、很能够看一眼就能看得到的地方，用了很多绿色的这样一个螺丝。大哥，这是一台卖27,800的车，还是一个以卖外观为主的这样一个车子啊？这些螺丝呢，看起来呢是比较掉价的。在配置上哈，这个车呢只有2个地方值得说一点哈，一个呢就是这个 ABS， 第2个呢就是它有一个 USB 的充电口。我们骑了 2000多公里后都没发现，最后洗车的时候才发现，它这里怎么会有个充电口？另外，它还给单身汪这个是故意的给单身汪做了一个1个人的坐垫。这个坐垫呢，看上去是不错的，但是呢，下雨天进水之后，它基本上那一天都不会干了。那一天你的那个裤裆的感受是很神奇的，一种凉凉的、湿湿的感觉。轮胎的尺寸呢也比较特别，它的尺寸是前面120宽。 然后呢是一个16寸的，后面呢是个150宽15寸的轮胎，而且它这个胎厚度很大，所以说呢它的减震呢也这里呢也有一定的功劳。其他的配置呢我们就没必要多说哈。下面的话我们要重点来说一下这个发动机了哈 ，V 缸的发动机才是这种车的灵魂。这个小型 GV300这个 V2的发动机呢，它的排量是296cc 的水冷8气门发动机，8气门的哈。 8气门就意味着可能高转和低转的情况呢就有一点区别了。它的功率呢是22个千瓦，扭矩呢是25.6牛米。数据哈，在这个排量段里面呢算一般，水冷发动机里面算一般。实际我们测出来的这个0到100的加速成绩呢是7.86秒，极速的表现呢大概是在150秒头哈，实际的 GPS 呢是136。如果拿那个 普通的街车黄龙300来对比的话那个车的功率呢要比这个车大的，但是加速成绩0到100的加速成绩呢是一样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个就要得益于这台车它有个很关键的数据，就是它的车重是166，这个而且还是整备这个数据呢是比较轻的，所以说整个动力这一块。 对对于这台车的这种感受来说呢，哎，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发动机在调教这块呢，官方他说它是一台偏向于低转扭力的机器，但是我们拿到手里面一开，并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这个发动机它动力出来的感觉呢，并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巡航车的 V2 那种低扭发动机，它这个动力出来的更像是一台偏向中高转输出的这样一个发动机，就像我们现在那些很普通的那些街车一样。当然嘛，马蹄声大家也不要想，小马蹄都没有，这个呢就要靠大家以后自己去动手改了哈。这个车呢已经把的氧传感器的位置呢放到这个位置了，然后方便呢后面呢你们改排气就没有那么麻烦。这台发动机这样的性格呢，也就导致了这台车和它的外观风格呢并不是太搭，这一点呢是需要大家知道的。还有就是它的震动控制呢是比较一般的哈，就是它在6000转速度在100的时候呢是一个很明显不舒服的共振区的，6000转以内比较好的，转速再往上走巡航呢也可以。这几千公里我们开下来的感觉呢是过得去的，能够接受，尽量避开它这个共振区就好了。油耗嘛，我们这一趟长途跑下来呢，它的平均油耗呢是 3.2 升百公里。当然嘛，这个是长途，市区的话肯定还要高一点。这个 12.5 升的油箱呢，一般情况是270公里左右呢，它就亮灯了，就需要去加油了。这台车在操控还有就是减震的调教这块哈，需要点个赞的。这台车呢，它是定位一个城市使用，由于车身这个尺寸呢相对来说比较短，比一般的巡航车这种轴距要短的，前倾角的设计呢也比较陡，轮子呢也是这种15、16寸的轮子，使得这个车在操控起来的感觉呢是并没有笨重的那种迹象啊，甚至它还能装个车缝什么的，在转向的感受啊，包括这种愉快的过弯能力哈，在巡航车里面是比较少见的，也算是非常不错的。它已经有点接近于一个普通街车的那种感受，当然嘛，不要去和那些现代的运动街车比啊。这个车的坐高是比较低的，只有710毫米，我开起来都非常稳，信心十足。所以说，其他的朋友的话是不用考虑坐高这个问题的哈。反而是个子太高的人骑这台车呢，有点不太协调。它这个脚蹬呢也是像街车一样哈，为脚呢是抬得比较高的。在减震这块的调教呢，就是一种偏向硬朗的这样的风格呢，调教水准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哈，因为它比起同价位带的国产车都要来得好，在破损路面还有就是一些细小的颠簸呢，它都能处理得很好，而且这种感受呢也不错。但是由于它的减震行程呢是比较短的，遇到大一点的坑呢，就超出了它的一个极限了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的屁股肉去吸收了。在刹车方面它是采用了前后碟刹的这样一个设计，刹车的效能嘛，也是这种巡航车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准。轮胎的抓地效果呢也还不错啊，也还比较好，在这个级别里面比较好。还有 ABS 的加持，所以说这块呢我们就不要去多说。在离合器这块的感受呢就有点略重了哈，因为我记得在我们跑到重庆市区的时候啊，刚好呢到下午晚高峰，为什么那么堵呢？我也不太明白。然后这个手哈，离合器的手呢，就实在是有点扛不住了。换挡的感受这块呢，也要差一点。整个换挡的机构呢，就显得松松垮垮的。然后换挡呢，也有一些拖泥带水，只有国产车正常的这种水平嘛，不够愉悦。在驾驶体验这块呢，我们就描述这么多。其实这个呢，也就是它的第二个优点，和我们上面说的那个外观呢。就形成了它主要的两个优点，缺点我们也来罗列一下哈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螺丝；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后面的链条哈，一直哗哗响。我们这一路下来，这个 GV300 只要一靠近我，我是未见其车，先闻其链条声。在质量稳定性这块哈，目前我们2600公里这样开下来呢，提车500米，它的反光镜片就掉了。然后在利川的时候呢，下雨把它淋了一下。然后呢，它就打不着火了。所以说那天早上我们的晨练运动呢，就是推发也还好发，推了2次就着了。然后在修车部呢，花了5块钱搞定，主要原因呢就是它的一个开关坏了。好，我们还是来做个总结哈。整体来说，我们能给这台小型的 GV300 一个良好或者说中等偏上的这样一个评价。首先是它这个样子比较到位。其次呢，它的操控啊，还有就是减震这块的反馈呢，也是这种巡航车里面啊，同级别的巡航车里面比较好的。只是发动机的这个性格呢，它不是属于这种低扭输出的这种 V2 的机器，这和预期的呢，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当然呢，它的小毛病、小瑕疵也有。 如果把它这个链条换成皮带传动呢，也就更好了。它目前在国内销售的这种250左右的这样一个 V 缸巡航车里面呢，综合水平是算好的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样子的车子呢，还是可以去看看的，因为你目前的话没有更多的选择。 关于这个车有什么不服的哈？欢迎来杠，不怕你。